动的身躯，我们一起。
出的居民们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他们哈。这个我们要结束了，不要再打电话给环保局了，好不好？警察先生也很累，非常感谢各位。新北投呢，一连四天都会有演出，还有活动，有空就来这边走一走。待会呢，我要趁摊贩还没走的时候，去买一下泡汤券，好不好？天气冷了，泡汤是不是最好的选择？